一号中了，一号，金香姐，我抽到一号了。真是一号吗？来我看看，大壮，你这是91号，我给你找找。91在这儿，给你。这么小啊？大壮别灰心，我们来玩一个答题挑战，每答对一题，我都会给你准备一个惊喜大奖。如果你答错了，这个小猪猪可是会咬你的哦。啊，好可爱的小猪猪，出题吧。第一题，1155665才7个字。对对，嗦嗦啦啦嗦，我知道，是一闪一闪亮晶晶。答对。你摁一下这个小猪猪的牙齿，我就把这个零食大礼包送给你。啊，它会咬我吗？这是随机的哦，你试试看。这么刺激，耶，通过。啊，这么多小零食，跟全班同学吃都够了。第二题，放一支铅笔在地上，要使任何人都无法跨过，要怎么做呢？我知道，放在墙边。答对，这次摁三下，你要是没被咬到的话，这个奥特曼礼盒送给你。来咯。耶，通过。给你。哦吼，这么多，长大了。第三题，为什么好马不吃回头草？因为太难了，答不上来哟。答不上来了，那就接受小猪猪的挑战吧。哦，他咬我。亏你还叫大壮呢，胆子这么小。你们说为什么蛤蟆不吃回头草呢？